如果从太空扔下一张纸，它会经历些什么？有人说它无法落地，会直接烧成灰，这是真的吗？首先，如果是从几百万公里的高度开始丢，这张纸很可能就会飘在太空，或者被其他星球捕捉。所以我们先假设从空间站的位置开始丢，空间站大约在离地400公里的轨道上，这个高度是大气的热层，来自太阳的辐射都会被它吸收，这足以把纸加热到1000摄氏度。但由于这里没有氧气助燃，所以纸并不会燃烧，坚持一下还是能熬过这段干热期，并且在这种接近真空环境里，只会做类似自由落体运动，但随着它下降过程中空气密度的增加，纸的下降速度也会变慢。来到80公里处的中间层后，这里的大气分子都被电离，人如果没有防护套装经过这里，也将会伤痕累累。但对于纸来说，总体应该并无大碍。继续下降到50公里处，这里是飞机飞行的平流层，气流稳定，相信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闯过这一关，就来到了你最熟悉的对流层，这里空气密度越来越大，纸的下降速度会降至1.5米每秒，所以要通过这段12公里的大气层，至少需要2个小时。但问题，这里聚集了大气中大部分的水分，一旦出现雨雪冰雹就是致命打击。我们假设它能成功突围，你觉得它最后落地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